Titan 之饮料实测，这边是第一名。哦，这样子，你真的喜欢喝甜的。说实在，我平常也不太喝饮料，有跟小编稍微讨论了一下，就是买的都是无糖的啦。无糖的对我来讲，没有错。好，喝起来都一样，喝到它原本的风味。那我们现在就请饮料出来喽。也太多了吧！我现在要怎么样的开始实测？对，一杯一杯喝，然后从红茶开始喝，再喝奶茶。要记得这个味道，是不是你想不到我们买了什么？这有甜啊，有的是可能没办法调的。师傅很在意，喝到糖马上变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苦。红茶喝完先来讲一下。师傅，你排位，你的右边是第一名。好，就这样。这边是第一名。哦，这样，你真的喜欢喝甜的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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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茶味比较。师傅，你的身体很诚实。真的假的？你的第四名是那杯。第一名哎，这是你们第一名，知心第一名，真的哦。可是这没有味道哎，刚刚喝这个很苦啊。这一杯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哦，不是，刚喝不到它的味道，被它完全盖过。再喝一下，说实在，因为这个我觉得它就像糖水啊。然后在这边的话，茶的苦味很重，然后这边有茶味，但是没有那么顺。这杯喝起来很顺，好。就奶茶好，奶茶，然后要摇一摇，可是因为没有甜，真的很光速在喝，是不是就是不想喝饮料？是啊，露营都会想要就是买杯咖啡啊，那是不是我叫水？好，要开始排喽。哎，有变有变，有变有变。那一样，这个喝起来是比较舒服的，它的苦味没有那么的重，而且茶香味有出来。被奶给混合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边的反而茶味就变淡了。对我来说啦，觉得这几杯里面可以推荐。算，那当然是第一名啊。然后你要来揭晓吗？看一下，可以看吗？是我们去日本的时候结账很多次的那一家。哦，那是。那我再揭晓这个好了。第二名。手摇代表。约翰，有听过吗？我没有哎，说实在，我真的不懂这一块。那我要揭晓第一名，他是市场代表高记，没错，高记红茶，还蛮好，蛮好喝的啊。它真的有那个茶的味道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师傅今天要带走一杯，你要拿走哪一杯？这杯，这杯。哦，奶茶。对对对，有奶就是有点像咖啡拿铁的感觉嘛。红茶拿铁。对，补充一点钙质、蛋白质。搞定，好，接近尾声了。如果你有喜欢喝的饮料啊，你也可以留言在下面。好，那我不一定会去买啦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你有没有想要我们来帮你实测什么样的东西，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拜拜。带走，带走，带走，带走。